体力打不屈，大家好，我是 Sky。大家好，我叫 GN。今天很开心邀请到 GN 来开设我们 TDWG 的 QA 环节。那么马上进入我们题目的第一题。学员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你男朋友是一个180公分的普男，或者是另外一个男朋友是165公分，但是是帅男，这样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180的普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帅可以整啊。帅可以整。丑可以整，帅他就长那样，他身高不会再高了啊。身高的确是不可以整。对啊，所以我宁愿180，然后他穿，我可以帮他搭得帅帅的，然后帮他弄得帅帅的出门啊。你这样讲完，荧幕面前179以下的可能就没有人权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说178也 OK 哦。不行，我就算180、165的对决。不行，我选180，身高决定一切。身高决定一切哦。网目前你们看到这个答案了哦。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访问 GN 的全部答案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是 Sky， 我是 GN， 下期见。